台湾热血的青年，做兵为国民应尽的天职。即马孙立人将军要成立台湾新军了。即马第一批的兵就是台湾军的干部，是特别优待的。大部分的人是拢是志愿，啊，我是抽考抽到的。啊，真乃是抽签抽到，敢会使卖去？抽签抽到，那啥你不爱去啊？志愿参加，人生就是彩色的。各有真侪爱国青年，拢是志愿的啊！同胞们，让我们一起保卫大台湾！